有请我们曾主委，还有我们经济部能源局王副局长，还有我们中油的林总经理答询。我们请曾主委、王副局长还有林总经理备询。大家好哈。委员好。其实我认为退辅会之于天然气公司啊，很像台电之于民营电厂。我讲这个结论啊，我要来解构哈，就是退辅会跟天然气公司怎么样实质的来垄断这个天然气的市场。这里面涉及到的利益输送、五轨搬运的逻辑是类似的我在这个担任立法委员以来一直紧盯的台电的问题到目前也逐步有一些进展。那我现在把重点放在中油退辅会转投资的天然气公司，然后结合民间跟地方的势力，怎么样把我们人民的纳税钱那么用这种五轨搬运的方法进入到退辅会少数人的利益结构里面，包括你们转投资的这一些大量亏损，以这个龙工公司来讲，过去的八年来亏损130亿，是哪里去填补的？然后你们的新兴、你们的新电，这一些相关的新兴跟龙电相关的这些转投资的公司，所以我要问曾主委，你一年这些上缴多少钱给国库，还是去弥补这些转投资的亏损？当初我们这些转投资事业所盈余收回来的钱都是放在会里面的安置基金里面，这个安置基金当初也是都是来做我们这些退伍军人安置作业以及来使用的。我的意思是说，退伍会去投资了这些新制备的瓦斯公司赚的钱，那么跟我刚刚提到包括龙工、包括新电、包括龙电这些公司的亏损总量来讲，你们这边有亏损吗？变成另外一边你们赚的钱，那怎么处理？龙工跟这一块是完全不一样的。哎，龙工是我所属的单位，对，那是我们自己的单位。亏损呢？亏损的话，那就是政府的相关的预算里面来。2003年到2011年亏损累积130亿啊。那么，另外就是包括新兴电子跟龙电公司。新兴电子没有了，龙电。龙电对。的亏损亏损，融电的亏损就是当初的资本额投进去的资本额亏损，没有再进去任何钱。那你们一年上缴多少？明年预算要上缴10亿，十亿而已啊！你们真正在这里面很多利益都被中间的这些利害关系人搬运而走。我要提这个东西，我是要讲一个，你们在这里面其实很多的公式跟数字其实都充满了欺骗了。你们讲说前三年近三年来你们转投资的天然气事业平均的这一个获利率是 10.57% 嘛？对，你们是把全部的人加起来平均，如果你们仔细去算真正的规模大的在大都市的这个都是超过10% 以上，甚至高达 15% 以上。那我按照我们的这个天然气售价跟收费的计算准则去算，如果按照这个公式来算的话，里面的第这个就是4、5、6、7、8条这几条，事实上你们的合理利润我请能源局回答，合理的利润是不是只有在 5% 左右？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赚到 10%， 而且还是平均的？如果扣掉那些南部的，因为一些地理位置人口的因素，事实上你们高达3倍，也就是15%以上。我请能源局简单回答，为什么你们跟龙人他们那么高的利润，这个利润是合理利润吗？是，请尽快回答。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计价准则里面，对于资金成本率的计算，在自有资金的部分，是用中央银行公告的五大银行一年期的。你不要跟我讲这些细节，我说 10% 符不符合合理利润，单单就讲这个三年的数字合不合理利润吗？基本上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在这个供气部门，因为
瓦斯公司还有一些兼营的事业，没有错。我是说公器的部门可以合理的利润达到 10% 以上吗？这符合我们政府人员经济部能源局应该有的管制政策吗？你跟我讲 yes or no 嘛？是，基本上还算，因为他这个报告里面写的是 4.57% 嘛。对，然后我也去看过税前税后的，对，这个数字相当的大。他的报告里面是包括兼营事业，包括整个这个瓦斯公司。兼营事业哦，如果以公器部门来算，大概是平均6%左右。我要说你啊，我算过这个数字，图表很清楚的显示啊，蓝色的最上面的，就是啊，我们大概新字头台中以北的，都大赚了。好，这些数字啊，我们就算用你们新的公式去算，2011年的、获利率，好、在这一个 北部的高达18.63% 啊 percent， 在南部的也高达13.72%。这么高，那么，所以你能源局失职嘛？你纵容哦，我们的退伍会持续在这边向人民来卡油啊！我要求你落实，如果你去看全世界的这一些啊，所谓合理的利润是多少？我讲个数字给你看，北美是 6.6%， 英国是 5.6%， 澳洲是 6.8%， 这个都是啊有数字为证。我请能源局回答。你能这个合理利润有真正落实控制在5%上下吗？你们有任何的政策措施来确保这个东西不会转嫁到我们一般老百姓？如果我们以分离会计来算，在公器部门，就是真正销售气体这个部门来算的话，平均25%加大概6%，所以也接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我跟你讲哈、成本率，民间的啊，你平均啊，就是因为平均把这个数字啊给掩盖了嘛。我刚刚也算过一些数字啊、很清楚。同样在台北阳明山啊的获利率 2.38%， 大台北 3.79%， 傻趴你啊了。为什么我们退不会转投资的就特别高？后康爱 take 嘛，然后分区垄断，所有的都转移到我们人民手上。副局长，你知道我在讲的问题吧？为什么这个差别这么大？请说。这个可能要再仔细的去这个。我的数字是正确的。不，我刚刚特别强调，就是说要以那个公器部门来。所以你把平均嘛，大水库嘛，把我们退伍会投资的跟一般的放在一起，把北部跟南部的放在一起，姑且不先不讲我们南部的要去用所谓的。哦，你们的这一个 NG1 哦，第一类的，然后呢比较贵，来烧开水有比较金棍吗？这个就是政府整个造成我们的南北发展很不公平，南部的人要用比较贵的天然气来去补助北部的人，然后我们的天然气建设都在北部这些输送管道，所以南部比较少，所以变成成本比较贵。有些那个委员，我会说明一下，并没有那个南北分别，它热值是不一样，所以价钱不一样。热值是你们骗人的啦！每单位热值的这个价钱都完全一样。你们哦，编了一个叫做、哦、什么9700跟8900的嘛，然后在苗栗那边让它讨嘛，然后讨只能够运上到台北嘛，哦，往南就不行嘛，所以这里面的成本它不让它算在里面嘛。那你跟我们讲热值啊，这个就假科学啦，表面上都有加权过啦，事实上如何？所以你们这个公式啊，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公式，你们讲说价格等于气源成本加供应成本，哦，这个乘以贝塔值，这个都是表面上的东西，都是先射箭再画靶，然后把那个结果啊，你们要赚多少的先算嘛。所以庞大的利润一年绝对不止10亿，如果你把那些中间的所有转移到人民的成本也算进去。我接下来问中油哈，中油也是就是天然气事业法哈，表面上的哈可以进口天然气啊，但在你们的阻止之下实质垄断，所以我也要修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做 spin off 切割啦。其实把天然气的进口的包括油槽，包括整个输配啊，这应该由政府啊一家公司来做，类似啊我们中华电信啊，如果有一个啊这个啊固网一样。
那么让所有的民间都可以进口天然气嘛，这个改革的方向才能够从上游解决，然后从中游就是退伍会的角色，一定要全民事股。我会提案，待会主决议，就是呢把退伍会好持有的股份啊，你怀璧其罪，把它释放掉，然后让民间包括现在的分区垄断也都打破，让我们可以啊有经济规模出来，上中下游的改革方案才能够解决今天基本上是黑箱作业啊，集中在您安那盖小安那亏啦，给我拍电话啊，事实上都有一套道理啦，都有个公式啦。然后水涨船高，我为什么说很像台电转投资民营电厂？那一些跟你们新制备的瓦斯公司合作的，你们赚他也跟着赚嘛。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啊，我告诉你，都是党政背景的人，我们去调出来过。好、哦、啊，吴小咪，哦，这个包括马吴一四团体后援会中区召集人，哦啊，五国民党中央委员，哦，然后一大堆都是我们退将，我们觉得很悲哀呢。当时啊，你们讲说设立这个瓦斯公司啊，是为扩大安置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现在是安置少数的肥猫就业啊，广大的退伍军人哪一个人有资格去这工作？报委员，我这边要插一句话，我们有1000多人在里面就业，我告诉你啊，上面在领这个3000万，降级的也没有那么多。那你把降级人退出那个经营团队吧？为什么呢？他管得那么好，赚经营的那么好，他是在我们实时垄断之下才管着赚这个钱的，他的经营能力吗？没有实时垄断，绝对没有实时垄断。我告诉你，这里面不公平的东西非常多，包括从上游、中游的进口这个天然气啊。您今天讲这些，到中游，你这个部分，你到退伍会的时候啊，事实上好的地方你们掌握嘛？不是好的，跟你们合作的民间的那些人党政背景，再到了最下游。我们一般的人就要去收这个基本费、重量费，然后南部还要给北部人赔。这个制度如果没有打破哦，我不信邪啦，鲍委员。我告诉你，这个当初建立的时候，是我们没有人能够有这么大的没有那回事的事情吧？如果今天你退去安抚、去安置这些人，都还可以很好的经营能力，让他们可以做我们的行政院长啊，可以进入我们做国营事业啊。哎，术业有专攻哎，所以。他们意思说是有专业、啊，我没有像你说下面的，我是说上面的这些，我讲的这些名单呢、啊？哦，那些是这些经营团队，我不管了、啊。我们就是一年内啊，全部都要调整，然后提出四股的方案，然后中游啊，好、哦，从上游要做 spin off 切割，把那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共同 common carrier 弄给我们全民来市场来进入，然后在下游的部分。那我们一般人想投资的可以跨区，然后可以打破现在的区域垄断，这个制度的改革，经济部能源局啊，你们完全没有去处理，你们整天只会弄那个公式啊去那边量，所以我跟欧局长也讲过，你们要提出一个真正的改革我们天然气的一个哦政策的方案，然后退伍会要是遵照办理啊、哦，然后呢退出经营团队，然后我们的这一些相关的新制袍的、啊。好、哦，这些东西跟民间的竞争要有个公平的基础，自然价格就降下来，然后重量费要计量，这个基本费要在这个期间啊，我认为还是太高，这个东西很清楚，我也不再多讲。好、哦，所以我会提成啊，主决议陈廷飞主委啊，这个招委他所领衔的哈、哦，我们会共同来联署。好、哦，以上啊、哦，我们今天只要暴露这个问题，但改革的方案啊，我们立法院啊，我们会自己来修法通过决议，还有预算包括基金的部分。我们也会一并来审查。好，以上。